妈也甲我问咧，问讲奇怪老师，啊，咱这个社会哪会遐侪流浪汉？哪会遐侪流浪的人？啊，天气这寒，因要安怎？我讲是啊，流浪的人真多。如果那这个社会上，你收留淡薄啊，迄个收留无一定伊爱待伫咱兜，但是咱爱用心去甲付出的迄种收留，就是接纳。哦，我们的街友们，现在天气冷了，年关也将近了，是否大家付出一点点，可以吃一顿阿爸，一顿阿烧，或者是一个米皮？人生在世，难免会落难，在落难的当时，才会知影讲温暖是偌尼啊重要。如果若无行到迄个坎站，绝对拢唔知影讲啊，原来人会落魄，落魄唔是任何人愿意的，既然不愿意。咱是不是会当互相小牵绳一下，牵绳别人，真正都是成就咱家己的福德，祝福大家。哇，好棒哦！非常的感动。这流浪汉、流浪人，还是讲街友，老师，你有什么歌会使代表的心情啊？我知有一首老歌吼，非常好听。虽然讲我唔捌唱，但是我愿意甲大家分享。不管流浪的过程是虾米，我曾经有一个个案是，伊是为了爱情。是。为着爱情流浪的时阵，干呐为着要找伊爱人，流浪五年，这五年他得了癌症，那个癌症复发是爆发的时阵呢，伊见到伊的厝内底人，一句话都讲袂出来，连爸爸妈妈拢叫袂出来，是因为他是口腔癌，整个都不能讲话了，伊双脚跪落，目屎哪流，干呐用笔写讲是我唔对，少年干呐为着爱情，所以今仔日带来这首，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。我们的心都没流浪，也可以接受流浪的人，流浪之歌。是真正稀微，不知你是踮伫叨一位，每日来流浪过日，也是要找你，厝中一日误会一时，你我这。是的。